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是你自己选的，一个叫你的爱人是你选的，一个你的朋友是你选的。所以如果是你选的，一定要更好，这不是标配，这是选配的呀，你更要珍惜。早啊，各位朋友。那简单是猫头鹰，应该是肖嘛？肖啊，肖，就是 H 和 O 发现的。那就是那他是当我遛着遛着，我以为他是然后发现人家是一只羊。哎呦，小宝，哎，小宝宝，哎，这要不发现他就死了，跟地上搁着肯定活不下来的。哎呦，找妈妈是不是？是不是找妈妈？来，我抱着你啊！好好好好好好，我抱，我轻轻抱着，我轻轻的抱着你。哎呦，好好好好好好，不着急啊，带你找妈妈一会儿好吗？可以吗？没事的啊，不害怕啊，没事的，不害怕。哎呦，气生气了，生气了，找妈妈一会儿，找妈妈啊，帮你找妈妈。哎呀，好好好，哎呦，有气的呀，着急着急找妈妈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帮你找妈妈啊，帮你找妈妈好不好呢？嗯，哎，给我来个 wink 是吗？他给我来这个，哎呦，好好，哦，这鸟会眨眼睛，它左右，它能这么眨眼睛。还可以这样，还可以这样。不着急啊，给你起个名字好不好？因为考虑到你是尖嘴的，我们家有个彩灯，你也叫彩字辈的呗，对不对？好不好？你叫蓝眼睛，叫彩蓝好不好？彩蓝，挺好，小蓝。哎呦，小蓝毛也有点蓝蓝的。你叫彩蓝吧，好吗？啊，彩蓝，哎呦，好好好，暖和暖和，这样暖和暖和，暖和，哎，好暖和。向往的生活，这里是由特仑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Cinderella， 高端食材保鲜要用 Cinderella 铝泰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芒果 TV， 每周五晚24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六12点尊享 Plus 版。特仑苏向往的生活，下节更精彩。特仑苏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这里是由特仑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Cinderella， 高端食材保鲜要用 Cinderella 铝泰博。向往的生活深度睡眠官喜临门床垫，深度好睡眠才是向往的生活。彩蓝，哎，好好好，暖和暖和，这样暖和暖和，暖和，哎，好暖和。
哎呦，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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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走，不怕啊，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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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国家保护动物，一种猫头鹰，叫菱角鸮。哎，哎呀，它好可爱呀！它怕冷，我给捂着。哟，这么热，它怎么会怕冷呢？嗯，它说这两次一个礼拜，今儿咱一会儿联系林业局的人。好好好好好。然后我们得找专业的人。对，让他给它弄走，找它的窝去。你看看，你敢拿吗？还是我拿吧。我敢，但是我洗个手。嗯。你好呀，小鸮，菱角鸮是吗？对，我给它刚才起名了。叫什么呀？它眼睛是蓝的，我就叫它彩蓝了。彩蓝。彩蓝。彩蓝还挺好听的。哎呦，它这叫声。我给它弄鸡肉，它不吃。生的不行吧？它就是吃，它怎么着？你怎么着？它一个野生动物还吃熟的呀？嗯。是。它妈给它炖呢，还是？我给炖好给他妈送去啊。咱们要不要问他能吃啥？问好了，就是吃这个鸡肉丝儿。来来来，紧张。来彩兰，彩兰，彩兰，来吃。好，不吃就不吃吧啊。哎呀，那还是给我吧。哎呀，这毛真的太逗了，它像那个长发了霉的猕猴桃。嗯，什么玩意儿？别生气啊，睡。早上好。早。早啊，郭老师。小象早。大金起来了，你睡得好不好啊？好。昨天给你特意铺的这个喜临门叫冠军床。哎呦，睡挺好是吧？睡眠质量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我俩上去就秒睡。那就是、深度好睡眠床垫喜临门。这啥呀？叫菱角鸮。这好像是个假的，这像。这么小呢？它为啥？这小幼鸟啊。妹妹，哎，你没见过这个吗？啊，特别可爱它。妹妹，这小鸟一会儿由你照顾了啊。好。立新哥早。早。早。我们来了个新朋友，你要看一下吗？在这儿呢。很小很小。国家保护动物，从我们家旁边的树上掉下来了。他叫彩兰。嗨嗨嗨。那我现在给林业局打个电话啊。好。您好，欢迎致电昌江县林业局。吃吗宝宝？你也吃，我给你喂，你也吃。喂，你好，昌江县林业局。您好，是林业局。哎，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感觉是捡到了一个，好像是在网上查了一下，看图片特别像菱角鸮的一个小动物。然后我们现在想问一下，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是把它送到您那边吗？你们先看管好它，我把你们的地址跟电话登记下来，然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下去来接它，是不是？哎，是。哦，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你们那个是哪里的？长江哪里的？鲨鱼塘村。鲨鱼塘村。嗯，好，鲨鱼塘村。蘑菇屋。妹妹也是能扛事儿了。她已经大人了。她现在状况，感觉一切都正常，然后就是有一点点害怕，然后我也不清楚她怕不怕热什么的。这个倒没事，如果有水或者是有奶的话，可以给他喂一下液体，因为天气比较热。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是在外面做防火宣传，我们待会儿我们过去可以吧？好。到时候我们会给你们联系。好好好。谢谢你们，先照顾着他，我们一会儿过去好吧？谢谢谢谢。妹妹，给他喝点奶吧，要不他光吃不喝也不行啊。太热了主要是。对。他蔫了。那就用特仑苏。对，特仑苏。好。我喂你喝点奶好吗，宝贝，大宝贝，来。哎，好喝好喝，好喝好。哎呀呀，好喝好。哎呀哎呀呀呀呀，喝了好多，喝一大口，喝一大口是不是，宝宝？嗯。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好像作为他长大之后啥呀？长大就是正常猫头鹰呗。
呆呆的看着你。会不会没那么可爱了？这是他吗？丹丹叔，哦，是他吗？是说叫什么菱角这个吗？嗯，这应该是他长大之后说有可能。但，那你好丑啊！你长大了。是我长得吓人吗？你为什么看我就撕吗？他瞪你吗？他撕我。撕你是啥意思？害怕。呀呀，害怕我，算了，别看到了。哦，不害怕，不害怕。哎，好，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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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他都不叫了。哎呀呀！噩梦啊！他现在害怕了，对不起，对不起啦。虽然长得有点吓人了，好吧，好吧，不让你看到完了。可能从猫头鹰的世界里，我长得是吓人的。他也是强者嘞，强者，强者一般不发声的，你看到没？弱一点，咩咩，就一般就开始要求救了。你看看他这个爪子，一会儿，以后长大了一定是一条好汉。感冒吗？肯定不敢。但那是个幼儿形态，哥。幼儿形态跟成年形态的最大的不一样是距离的不一样。大象，象，哎，开整吧。开始你的表演吗？哎呀妈，我跟你说，我这玩意儿整的可老有才了。我最近呢，专攻于厨艺。需要？啥也不用。什么不用帮忙也不用帮忙，我嘎嘎的。那我去找我给大家泡个柠檬茶吧。向哥，嗯，这个啊，帮我洗一下。是一片一片撕下来洗，还是就这么洗？一片片洗。大象，嗯，帮我洗一下。向，向整太认真了，来，向哥，这个帮我洗一下，哥。然后你把洗完的葱放那里边吧。大象，哎，对，帮我涮一下就行了。大象，这个帮我洗一下，哥。大象，哎，大象，啊，象哥 ，OK， 谢谢。哇，怎么了，何老师？那是啥呀，黄老师？哇！哎，何老师啊！哎，你来！我的妈呀！我，你好，你好，你好！这你们打的鱼啊？对，打的鱼。在哪儿打的？就在这里边。哇！我的妈！这是什么鱼？金枪鱼吗？不是。没有，这个是要从我们家过呀。啊，你怎么还从我们这穿过去？这是示威是不是？这太厉害了，大姐大象，看一下，看一下我们邻居打的鱼。哎呦我，这是真海鱼吗？像是假的鱼呢。你别急啊，哎，你别跑啊，哎，这，哎，你别走，让我们瞅一眼呗。你等一会儿，让我们瞅一眼，让我们看一眼，你别跑，谢谢啊，不好意思，我们看一下。我拿起去吧，让我们。我知道，马上看一眼，看一眼，就看一眼。哇，这什么鱼啊？这个是我们这边叫响鱼，网枪。
网墙，墙鱼啊，祥鱼啊，吉祥的祥，哦，吉祥，海菜，海菜，对，这个是拿咱昨天那个网捞的吗？这是大网，大网，好了，这个是大网捞的，好，谢谢谢谢，他要开，赶紧去卖了，他要不谢谢，对对对对对，辛苦辛苦，好，祝贺祝贺呀，希望你们卖个好价钱，这能卖多少钱？这一筐估计，那这十五块钱斤，十五块一斤，一斤一斤，他俩这得有百十来斤，五六十斤，十五块钱，五六十斤得有了，得有了，一千块钱。哎，你卖给我们不就完了吗？我们拿了干嘛呢？再转手卖是吗？咱们卖给节目组，挣他一笔。鱼鱼鱼鱼，鹏鹏，哪里？哇哇，来来来，把他拉上来，来，中位中位，是，好，哇，漂亮，哇哇哇，这个肥啊！哇，这鱼真是够大的，海鱼就大哈，不是这就大的超乎我想象。我说实话，如果抓上这种鱼，我还会有点害怕呢。你有一种不知道谁抓谁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何老师好。哎，哎，孟柯。哎哎，来了，嘿。哎。哎，你好 ，Hello。何老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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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Hello， 这是大象 ，Hello， 这是我们奥运会冠军大象，你好你好，李佳记，喂，这是我们都认识，这是银房，这是他的太太孟柯，吴孟柯，你好你好，我来拿吧，我来拿吧，没事没事没事，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哎，就等你们来。赶海去，但是你的向导还在睡觉。哪个是向导？你的向导彭昱畅啊，你自己叫，你自己去给他叫起来吧。直接敲门，胖胖、啊。别别别，我要去钻他被窝，进不去。Good morning， 彭彭。Good morning。昨天挺晚。你起晚了吧？还行。我还说我要钻你被窝呢。晚上多洗漱，很快。你们几点起来？还这么早就开始做早餐了？八点。嗯。这是孟柯姐姐。你好，妹妹。这是哎，银坊在那儿。银坊。哎哎，这是妹妹子枫。又见了。啊，你们认识哈？我们本来现在这个时候是要。当兄妹的哦，你嗓子怎么搞的？嗓子咳嗽哑了。哦，要喝水吗？好、哦，还是喝咖啡一点啊？水就行。水就行。Hello。好久不见啊。腹肌还在吗？哇，瘦。在，刚拍完。需要帮忙吗？没事，这么简单的我来就可以。好的。我只能干这个。哇，你这个看起来好棒啊！这是榨菜吗？我喜欢这个。榨菜其实一会儿也可以往里放。榨菜三明治，但是我不知道榨菜跟这个他俩能不能配到一起去。我觉得应该不能，还是先。老师犹豫了。对，榨菜配美乃滋，美乃滋听起来就是很厉害。美炸了，这叫这道三明治叫美炸了。这个就不放沙拉酱了。我的妈，真放榨菜，那也要放沙拉酱，因为美炸了组合就是这样。我可以，你真的可以帮我放一点，试试吧。试试，我真的觉得可以。这个吧，何老师，你不用每个都放呀。你来点美炸了吗？对，我来美炸了。这是我的，行。
啥嘞，你慢慢享受啊。西红柿会给我，绝对好吃。嘿，可以，漂亮！你看大金子，这真棒哎，大金，你看，金线又好看。可以，里面还有萝卜干吗？是。有，我让加的，我太想吃了。坐。你好，坐。请坐啊。快坐。哪个是何老师榨菜？这个榨菜加美乃滋。我来一个。这个好像确实挺有挑战的。我吃炸酱抹面包，你吃榨菜抹美乃滋。敢于挑战。其实美乃滋加萝卜干还挺好吃的，但是最精彩的是再加上了西红柿。尝尝这个特仑苏沙漠有机奶吧。谢谢。它奶香很浓郁，特别好喝。孟克，再帮你拿个筷子呀，好不好？没事，我们一起。一起可以啊，我们轮着吃一下。鹏鹏。吃完你要带银纺跟孟轲去赶海，你是熟练工程，而且我买了大师课的。嗯。你在干嘛？带个冰袖。还没吃完呢，你没吃完的。冰袖穿一个，不然很晒。哦，大师来了，您好。大师好。吃饱了，孟轲出发。好，准备出发。走。好，再晚就来不及了。走。哇，好大一股海味儿。对。对。这都是在赶海的吗？不是，这是捕鱼回来的。这边生态很好。嗯。其实你们要没事儿，可以在这边多玩一下。谁啊？女儿在家。哦，对。海参呢？只有它长点潮，才那海参得出来。哦。哇！哎呦！没事吧？没事。它真的是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就想要加快脚步，就会。来，我牵着你，我们可以快一点。我 ，OK。这边开始浅了。啊，快了。可以游过去吗？感觉游过去。游，你试试。哎，这里有个扇贝，这里哪里？我来了，我来看看哪个，大师。这个。这扇贝怎么长在上面？对，它退潮了吗？哇，跟着海水一起上来，嗯，然后退潮了，它可能就长在上面了。对。哈哈！哦，小鱼，哎呀，肯定抓不着，它游那么快。不要抓它。哎呀，有个小螃蟹。如果太小就不要。先抓着吧，也算是成果。哎，这个可以吗？应该不行吧，都干了。哦。我们快到那个礁石的尽头了。怎么了？这是什么？哎，海参，快抓着！我不给！哎！哇！鹏鹏，哪里？你们抓到啥了？你看，看不到啊，我这里海参。你们先装着呗。我们先去找他们吧，我们。好，你先去，我马上。我觉得我才开始呢，
那我先过去吧。好。好、啊。你看这个海参。哪里？海参？哇塞！哇，你们这个是海参啊？对啊。哦、这么肥。对，感觉比那个卖的都。哇塞！这么肥吗？我天！哇塞，运气真好啊！捡了一个海参。哎，这里有条。哪里？来了来了。这里有条。来。哇哇，这哇这个。哇，这是海参啊！对。它会跑吗？不会不会，拿手去捉上就行了。哇，这是海参啊，这么大的海参啊。哎，孟珂去哪儿了？他在那边。哦，孟珂。呀，小鱼。孟珂。好大。大肥虫。哇。哇。哇。哎。孟珂。孟珂，啊，我这里也有一条鱼哎、啊！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哟，它太小了，是什么？这简直就是象牙爆海参！哦，嗯。妈，文科，你先过来。好，你先过来，我们一起。我看看你们抓到了什么。你看这条。哇，它那个好大。你自己捡了这么久，就这一个螺吗？对，哎。那你还是什么？跟我们一起吧。好。哎。什么、哦、你看这个多像珊瑚的、哦、这个很像、啊啊、螃蟹螃蟹螃蟹来、啊、我慢慢的我慢慢我不敢啊他夹着我了、啊、小心啊他进去了哇这只还挺大的哈哈这个是什么呀说不定是个青口看，这里真的比较多，动力都来了。他们三个为什么还没回来呢？对呀、啊，好像去挺久了。真的去了很久了，两个小时了。两有了，这不是这得收获多少才能？还是没面子回来呀？捡不完了，啊？捡不完了。只有两种可能，对吧？要不捡不完了，要不就是没面子，或者是他们去海鲜市场去买去了。哎来来个列队迎接吧，列队迎接，列队，奏乐吗？蹦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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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咱五个啊，摇个花手好吧？一群摇个花手来，欢迎，花手，花手，花手，为您绽放海边的烟花。你们什么情况？还不回来？那海参一般躲在哪里啊，大师？一般它都在沙石底下的沙石，嗯，我来看看。哇、嗯，这里，哇，这里好大一个，这个怎么抓？抠不到它，抓不到它。哇，这是什么？海参吐的？嗯，这海参会吐这个？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它毒啊！哇，它的毒。嗯，它共吃比它小的动物、啊。找到了。我看看。哇！哇！啊！好肥啊！我又捡到一条。哇！呜！还是在滋。哇！我以为赶海不就是在
搁浅的海滩上捡海鲜吗？能有什么技术难度？这要自己找，真是找不着。对，谢谢宝哥。往回走了，往回走了。OK。宝哥，喝口水，喝口水。谢谢谢谢。哇，这海胆！哎，你怎么知道？我吃过呀。嗯。哇，海胆！哇，海胆好吃啊！太好吃了。到正统的。啊，太辛苦了。会不会太重？要不要换一个手？没事。因为他是要什么？他是说问你太是不是太重，要不要换一个手拿？因为是不是太重，要不要帮你拿是吧？我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个意思。一人拿一半，你这样舒服一点吗？你可以拿边边，你就这样扯着，我们互相扯着，还能借着劲儿。哦，就是这样扯的，是不是？走路也舒服，有没有？来了，来了吗？来了吗？来了来了，花手，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收获多吗？非常精彩的收获。哇！哇，海胆有大师就是不一样，海胆。对，宝哥太厉害了，这么大的海参。哇，哇塞，有大师就是不一样。我看这大师课上的值得，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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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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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到那边去解锁解锁，解锁一下解锁一下，专家来了专家来了，超出预期啊，是不是超出预期？解锁一个新物种，嗯，活的海胆，海参肯定能换钱，而且这个海参很大。跟黑耗子一样的，哇，这么大！哇，哎呦呦呦，他尿了！而且我还亲眼看到他吐白色的东西，白色是他的肠道。对对对对对。哎呦，还有大型的贝类啊！对，这个可厉害了，11个，好，好，谢谢鹏鹏，谢谢银房，谢谢孟轲，那你们赶快去洗洗吧，好不好？好的。鹏鹏，你这个太减肥了，这样。早上起来先做一下有氧，至少几公里。好好好好好好。非常棒，强度很大，强度很大，强度很大，真的。晚上一般做一下负重啊，什么做一下力量。有点最顶级的训练计划了，有点。然后可以吃点海参补。热，我摁一个新风，它这个奥克斯四季新风空调，它有一个45度的独立新风模块，它一小时整个房间的换新空气，然后就随时都有新鲜氧气，而且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同款。嘿，我去把我屋的那个新风的弄一下。黄老师，我们干点啥吧？那一会儿你就跟艺兴下螃蟹笼去啊。OK。走，玉成哥，走。凯旋啊。凯旋。注意安全啊。好的。你看孟轲和银坊俩人长得还真像。哦。真的，他们俩挺像的。说。夫妻都像，其实。你跟丽姐才像，像吗？超像。我随她，只能这么说。你们小两口是？我们给你准备海景房，你俩住啊？那我们房窗子要不要贴个喜？那我们会给你准备。现在就算是度蜜月了。正好我们还没有这些仪式。哎，刚好。何老师，哎，他俩没度过蜜月，就当这蜜月第一天。我们连仪式都没办。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把仪式蜜月都给你们办。哎，小胖，我跟你商量一下，我们这儿来一对夫妻，这个节目有史以来第一次呢，是一对夫妻的嘉宾，真的。孙小丽呀、啊，不是一对嘉宾啊。哦。一对嘉宾是第一对啊，对吧？黄老师，在这 bargain。
他们俩呢，婚礼还没度蜜月，没有办仪式，这么好的风景，对不对？今天呢，择日不如撞日，啊，我们打算给他们就在这办一个喜事儿。好，那你们出多少钱吧？你怎么一点情调没有？你这个男人真的是，你愿不愿意出一套婚房？向往的婚礼，你们送套婚房，我们掏点钱给买套漂亮被褥，行不行？我们这不是有500块钱吗？好吧。那你就出血了，对吧？给我掏500块钱，导演组帮我们去买一套新的被套啊，龙凤呈祥那种缎子面的，弄点气球。这样啊，我提议，何老师，嗯，同意，同意了，好吧，就这么定了，定了 ，OK。闹个洞房啊，闹洞房，这样洞房花烛夜，好吧？你们出套婚房行不行？好，就这好朋友有的商量就行。可以可以，挺好。今天给你们办个事儿，这么大动静，我们真的是这干嘛来的？突然一下，对，事儿闹大了。哎，他们下螃蟹网的还不回来啊？好像还没哎。哇，1:30了呀、啊？大进的飞机呀、啊，怎么的，也没人催催他们吗？拍张照呗，拿得来了，明天你们不在了，来吧，再来一次。走。来，看到不？哎，都是生蚝。哇哦！哎呦哇，这太好了吧！生蚝，天哪，这是生蚝。它这个野生的都是这样子的。啊。走。这个网下完以后，明天早上过来拿是吧？对。慢点啊，但这回真不容易，哇，走到那儿，走到那儿。啊。你们都拿锡纸当保鲜膜是吧？不是，这是仙德瑞拉铝钛箔，它是保鲜膜的升级，它非常的薄，而且极遮光密封。那它也不能当锡纸？可以呀、啊，但是因为它非常薄，所以呢更能够贴合食材，所以主要还是用于保鲜。一会儿让鹏鹏把整个厨房都给我包起来。我们带东西回来了。啊，不行了，双手漏。这是啥呀？巨型货物，巨型史前海货，海货。带一个巨型海货回来，史前的。啊，还有收获。这估计专家都不懂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生蚝，史前生蚝。这好可爱啊。辛苦了，大靖。不辛苦，还没玩嗨呢。我先去收拾一下。对，你把东西收好。对。
妹妹。呀！妹妹，彩虹，看到了吗？我觉得就我刚出来的时候特别大，是，就没了。可以午休一会儿，休息会儿，凉快凉快。对。我想问一下，外面那个工作的人是他们是村民吗？哪里啊？就是在那边捡，他一直在帮要拿东西的有一个。捡海草的吗？哦，对，是的，看他好多花园是可以送去。我是您这儿的邻居，我住在那儿蘑菇屋，然后拿了瓶水，渴的时候就喝。啊，谢谢啊，谢谢小妹啊，没事没事，拜拜。你好。太晒了，想着凉的可能能解解渴。我是咱新搬来的邻居，然后我看您弄这个太晒了，给您拿了瓶凉水。哎，谢谢。没事没事。您好，我给您送瓶水，我给您放这儿了啊。谢谢你啊。哎。嗯，拜拜拜拜，我回去了。嗯，拜拜。你干嘛去了？我看外面他们邻居在弄海草啥的，太辛苦，送了点水过去。哦，全是那个婆婆呀啥的。哦，女生还在那挑个担。哎说好了的啊，不可以叫。啊，你不转头，我没法给你喝水。怎么了？喂不进去。我试试看这个。
来张嘴嘴，来张嘴，张嘴，哎呦哎呦哎呦，来张嘴，张嘴，哎呀，好喝呢，好喝呢，好喝呢，再喝一点。哎，不慌，喝水，哎，哎呀，好，又喝了，再喝一口啊，再喝一口，再喝一口就去找妈妈，好不好？有人带你去找妈妈了，哎，好，是不是呀？你还渴吗？不喝了，我们不喝了，好吧。哎，何老师。哦，林业局的同事来了。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何老师。欢迎你，欢迎你，我是何炅。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你好，老师好，老师好。来，请进，请进。这是妹妹，子枫。我给您打电话呢。对对对对对。就是她，你看。哦，这是菱角小宝宝，他应该是出生一周以上多一点。菱角小宝宝啊，菱角小的话，他这属于国家二级了。哇，属于像猫头鹰属的枭类的。哦，明白明白，枭类的。那我们就交给您了，因为我们今天就给他吃了一点点肉，然后给他喂了一点点奶，然后喂了点水。他这样子挺好的，还可以哈。对对对，行行行，那我们就放心了。嗯嗯嗯。接下来会怎么弄呢？去帮他找回他的窝是吗？一般像这种雏鸟的话，菱角枭的话，它那个警惕性也比较强。对对对，我们就是建议到比较安静的时候，然后把它放到发现的那个位置，鸟妈妈一般都会把它接走。哦，太酷了！它一般繁殖的时候，哎，它会找一个树洞，哦，在里面繁殖。行，那就拜托你们了。谢谢。好，辛苦啊，谢谢。没事没事，谢谢啊，辛苦您了，辛苦了，谢谢谢谢，辛苦辛苦。要是可以的话，可以发点视频什么的给我们看一下。可以可以可以。他要是一个月以后还在你们那儿养的话，通知我们，我们去看看他，对。可以啊，可以啊。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彩兰。彩兰，那的名字挺好听的。好，谢谢啊。好，辛苦你们照顾。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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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谢谢。那不客气。彩兰加油啊，祝你好运。你要去看一下吧，你看我就我感觉他认识你，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感觉，哎，我感觉这个彩兰认识妹妹。有吗？你不觉得吗？他一直盯着妹妹看，他没盯别的地方。对，因为妹妹现在就是彩兰真正的姐姐啊。妹妹，其实你以后就，你现在属什么？我属蛇。属蛇，你以后改属猫头鹰。高啊！然后你就没事要这样啊，你见着所有人都这样，你见所有人都这样。瞳孔发蓝。然后你嘴也要注意啊，这种。哎，其实这样看，妹妹也有点像猫头鹰。不会。哎，你瞅瞅这个，哎呦，哇哇，你们这哪儿长上来的吗？怎么种的呢？是吧？这就放冰箱里就长一个、这么厉害。这是荣升未有冰箱，何老师，哎，这里边冰箱里边种出来的。哇，为什么冰箱里面？前几天我把豆子搁在里边，现在你看已经长这么高了，你知道吧？这个冰箱特点叫做健康养鲜，简单说就像豆苗这种东西，蔬菜，你知道吧？把它搁在这里，一般搁里边就是多光那种。多频那种光照下边，它就继续长，长上七天就长成这样了啊，更翠绿更新鲜啊，晚上炒它啊。好，现在这样啊，我们一会儿呢得出海，我们要出海去这个夜捕，所以你们有很长时间弄，你们仨在这家做饭行不行？行啊，你们俩准备自己的婚宴。怎么认真了？我第一次听说婚宴是自己做的。哪个婚？开婚的婚。然后呢，我今天呢就这个不参加厨房的工作了。行为艺术。哎，行为艺术，我从现在开始。为什么？不动。不说话，就望向远方。刚才他已经录完了这一整季，
哎，对，好，你好，好，刚才结束啊。对，好吧，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你们就把能准备的东西先准备出来。好的。好。该嘱托的我也嘱托完了，你们就自己研究吧。哎。哎，这姜，哥肯定也需要姜了。对，但这姜是就这不是姜，这是南姜。对，这不是，这不是生姜。哦，我不管了啊。好。那个鸡翅放这里。对，那个鸡翅帮你放冰箱。鸡翅？哎，鸡翅。鸡翅做什么？我们三个四个菜里没有鸡翅啊。你在干？你要做鸡翅了？妈，托斯刚菠萝说这排骨，要么就排骨，要么就鸡翅。其实是这样啊，在做菜的时候啊，不要做完了一个菜再去研究下一个，把所有的菜先规划好了，先摘好、洗好，葱姜蒜全都码好了，一碗一碗一碗，然后再开始做，这样你就不会到时候不会少东西。没问题，麻烦我走了。我觉得师傅的行为艺术不是看海，而是看着厨房。哎，何老师，我们给你汇报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找到了，怎么了？成功找到鸟窝，然后鸟妈妈还在窝里面，然后放回去了。哇，太棒了！看一下。哎，就好，哎，就是，这里有个树洞。啊，那就是这个，应该就这个。哇，太开心了。这是最好的结果，真的，这是最好的结果。哎呀，海兰还有两只他的兄弟在睡觉，在睡觉，已经放回树洞了。太棒了，他等于出来野餐了一把，吃了点别的。好，谢谢你们啊。好，辛苦了，再见，谢谢，哎，好，拜拜。谢谢，太好的消息了。好人啊，好人一生平安，真的。坐，太好了！哎呦，他妈妈和他两个哥哥什么姐姐都在。嗯，他妈可能正说他呢。说，你去哪儿了？我出去找你一天。你问问你哥，我昨晚上找你一晚上。我说他妈正说他呢。你跑哪儿去了？一晚上不回家？这算那个朴素戏剧吗？对，质朴戏剧。质朴戏剧。谁？你好，嗨 ，Hello， 新朋友来了，来了，哎呦，安娜，哎 ，Hello， 欢迎你啊 ，Hello， 哎，你好，哎，我以为你是长头发，你剪短头发了，啊，对，鹏鹏 ，Hello， 那个黄老师，哎，你好，安娜，你好，欢迎你。他一身的汗，快，先进去擦擦汗。没事。哇，好高啊！对，好高哦。这是妹妹的床，这是你的床，可以吗？可以。哇，真的好高，估计比我们都高。那是鞋跟高。你们是不是不敢走过去了？对。王老师，哎，安娜带了好多东西。哇，谢谢安娜，什么好东西啊？我带了一些食材。哇，都是各种菌子、干货。哇，羊肚菌。我在那个当地集市买的。羊肚菌。然后有树花。哦。好。然后这儿有一些辣椒。哦，太棒了。这都是他们当地人自己做的，还有腊肉。哎呦，这个好啊，这云南火腿。哦。这都是菌子呀、啊，这个应该是茶，普洱茶。哎呀，太好了，我们最近正在搞茶叶，何老师，茶叶交给你啊。哎，您好，徐老师来了是吧？哎呦。来人了，赶快啊！你好，你好，来人了，老师，都这么客气，来，徐老师，我帮你，谢，哎，洪磊，来人了，来，来且了，老师好。
Hello， 徐老师，欢迎欢迎。我以为你住在海里呢。啊，没有，很客气。哎，银房，这是安娜，安娜，这是许天元老师，这是银房的太太孟珂，孟珂。跳舞蹈家，对，舞蹈家，对，这是艺兴，幸会幸会，哎，你好，这是我们临水的工作人员，彭昱畅，幸会幸会，老师您就没你没箱子啊，你就怎么来的？对啊，这个是不是？哦，行行行，这个老师是干什么？作家，我特别喜欢这个，这是我们这一季的蘑菇屋。楼上呢是我们的这个叫做海景套房，因为今天银坊跟那个孟珂他们俩没有度过蜜月，所以我们今天准备在这帮他们闹一下这个新房。还要闹洞房啊？嗯，对。这么美好的风俗从来没有体验过，今晚好像期待说可以闹，但是他俩今天晚上不准备洞房。嗨嗨嗨！哦，不提那么多啊。然后呢，然后那边有一个巨牛的树屋，嗯，是很梦幻的。哦，这个是什么？但是没有梯子哦，不够高啊！加油哦，哥！什么都没有。说实话，下来我有点害怕。不行不行。可不可以给我梯子呀？40个贝壳，解锁树屋，好棒！哇，这比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太多。哦，这还有电唱机，真不错，真不错哎，真挺好的，多浪漫。哎。我想请大家征集一个名字，我觉得我提就有一个远，然后别的你们再提点字儿，好吧？远树咖，我觉得不用咖就叫远树，也很好听。哦，哎，听起来很浪漫，是吧？哦，徐老师之远。我们他有一个名字叫做远树咖啡，真的，你的远，我要爬上去住那儿是吧？你想愿意的话可以住啊，他也可以住，有空调，真的。我们其实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行，远树咖啡。妹妹，哎，安娜比你大一点，你是98年对吧？八零一，对，你跟安娜小姐姐，你们俩要不要 DIY 我们那个远树的那个招牌？好呀。哎，你平时有画画什么吗？我是灵魂画手，我也是灵魂画手，没关系。就是我只有我自己能看懂，咱俩可以靠感觉画一点，希望大家能喜欢。可以。我们可以先想想，除了写字，我们还想画什么呢？咱们要不可以上笔试一试，反正勇敢迈出第一步。开始。我先来了，你先来吧，加油加油加油，迈出第一步。我怎么弄得感觉很难？
草，然后一棵树，然后树上有一个瓢虫，瓢虫，然后旁边有一朵花和一撮草，然后天上有一个太阳，然后还有云彩，然后有一只鸟。啊，可以可以，挺可爱。你们可以接着弄饭去了，我们这准备要出海了。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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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葫芦娃，葫芦娃。我随时可以帮你打下手，可以随时叫我。好，我来帮你切小葱花，好不好？啊，好。哎，这样喽。嗯，再那个长一点，再长一点。这样。对。好的。抵着手。可以可以，我手是。对。你们需要帮忙吗？你要跟他们去出海吗？他去。因为我们也不能留这么多人在这做饭呗，嗯，对吧？孟柯要吃吗？不去，我是你的下手。或者我给你切也行，你要我给你切吗？没事，小心手啊。嗯。哎呀，你在干嘛？他刚才舔他的嘴，秀恩爱。哎，林宝，你晚上准备做什么菜啊？我要做一个啤酒鸭。那我得给你推荐一下。推荐什么？就推荐我们的道道泉菜籽油，富含75%的高油酸，不仅不饱和脂肪酸很高，而且芥酸还很低。什么很高？什么很低？不仅不饱和脂肪酸很高，而且芥酸还很低。什么不高什么不低？不仅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而且芥酸还很低。你再说一遍。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而且芥酸还很低。哦，不饱和脂肪酸很高，芥酸很低。所以呢？你的厨技加上这个道道泉高油酸菜籽油做出来的菜，不仅美味，而且非常健康。哦，知道吧？好，我一会儿就用它。必须的。你要这样骗吗？你要骗吗？我这个菜要一点丁。OK， 可以是这样吗？对。OK， 可以大一点。大一点。蒜除了墨以外，你还要什么吗？蒜除了墨以外，我要姜丝儿，也是跟这个。我想想啊，你要这么细的还是？等会儿，我想想。你先想吧。哎呀呀呀，要撒狗粮啊！这种老老的是不是就不要了？这种头。那反而是最嫩的部分。哦天哪！这是嫩姜还是老姜？嫩姜。哇，海风，海浪的声音，听见了吗？嗯。海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最迅速的支援。开始恐惧了，这黑暗的海是吗？别怕，我保护你。好，我躲在你身后。我们怎么分啊？哪个是有大师的？好，彭宝，你们三个，你带两个妹妹在这个船，注意安全啊，妹妹啊。好。安娜，注意安全啊。好。Hello。慢点，好。哇塞，凉爽极了。哎，走，过去坐好，小心。哎，你好，小心。我们坐这儿就好，是吗？对。不，对，你晕船吗？我不晕，还行，我坐边上看看。
走了。哇，五八，感觉我们出海一年半载不回来了，还是回来吧。呜呼，我今晚浪可大。哇哦，哇，哇，这个浪，这鱼啊，肯定很郁闷，白天抓吧。到底是几个意思？能不能让我们消停一会儿？就在这旁边捞啊！啊！但是我看到有一条鱼跳起来了。哇！这里。哇，跳了！啊，真的有小鲤鱼在那跳啊跳。哇！好多小的鱼。哇，两只。我来试一下吧，看到了。哇！哎呀！你站前面小心啊，你站稳了。好。哎，那里有条鱼哥。哪边？好像是皱着它，它会游的慢一点。哇，来了。哦，哎呀呀呀呀！哎，哎呀呀呀，飞走了！呀！好！哇！会了，会了，会了！太厉害了！这里有一个。这可以了吧？还是有天分的，没啥鱼。鲨鱼塘村吗？不应该是鱼塘，到处都是鱼吗？感觉没有。赵晕，赵晕，赵晕。我感觉这几个水草我都认识了，都记住了吧？嗯。我现在体会到老人与海的感受了，那百无聊赖，等着大鱼出现。哎，这条大鱼，这大鱼，这大鱼，这大鱼，哇，真是大鱼啊！抓着，快点，抓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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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哎呀，抓它！哎，我晕车！哎呦，哎呀，太大，太大，没有，没有，没有，快一点，没抓到。过去一个，来。快点，快点！看鱼，鱼，看飞鱼，这儿的，这儿的啊，看到哦，抓着！哎，太远了，抓着，快点！哎呀，抓着，抓着，好，抓着！哎呦，老师，快上来！没抓着，差一点。我试试啊，你来，你来。哇，紧张，紧张，那有个大的。哎呦，没没，气死我了！这么难抓吗？我觉得今晚感觉叫大叔与海，三个绝望的大叔。他们呢？不可能抓到，搂不住他可能。也是。呀！你们要不要试一下？
个，哇，哎呀，竟然没有捞上呢。我们今天是不是不抓到不许回去啊？那别，那别。那我看这一条，对。哎呦！我要从这边抓。对。他们已经开始了。哇！他们在抓鱼，看。对，好亮啊！他们那个灯。哇！哇！抓到了。有可能。这海感觉太神奇了，那个远处黑黑的，你看，总觉得像一个屏障在面前，是个墙。像个墙在让你涌来，嗯，所以人家这个飞鱼真的很厉害，他逃离那个黑暗的墙，他趋光，他投向光明，就被光明欺骗了，他这一生太悲惨了，我觉得。黄老师，你是不是要把灯给我？因为你一抬头，你就灯会远，那我来帮你控制近一点，他就会跟着灯，你就好控制那个。好，看见了。哎，他跟着光走。来了。哎呀，抓着了！耶，突破，零个突破。你看小鱼，可以有一个突破。太棒了，在空中给他搂着了。来一个。哎，够到了吗？抓了。太好了，咱们这船有戏啊！咱们突破了，一条大飞鱼，漂亮！哇，这条好大，哇，哟，好棒，还挺大的。来了，走你，哇，太厉害了，可以，黄磊可以的，都有，漂亮，耶，哇，漂亮。哇，这么快，还可以的，比我们捞网捞的多。我们满载而归了。不好意思点错人说，因为大家没吃晚饭。回吧。哎，好像去开会儿船呢。慢点啊。好、哦。我去开船。我看看怎么开啊。按住是吧，方向就这个是吧，我帮你们载回去啊。好。彻底饿了。饿了吧。不知道饭做好了吗？说走就走的旅行很好实现，扫描特伦苏向往的生活活动装产品箱内奖卡，就有机会赢取旅行基金大奖，更有特伦苏原牧场等你来，每天快乐放牛，山海之间畅游，一起实现在线旅行自由哦。哎，找什么呢？沙子里有宝贝。什么宝贝啊？听说有珍珠。我还以为你说他呢。啊，特伦苏沙漠有机奶，这绝对是沙子里的宝贝。稀缺的沙漠有机生态，孕育出全新升级的4.0克乳蛋白，限量发售，特珍贵。嗯，这个沙漠里边啊，那确实是有宝贝。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Cinderella高端食材保鲜要用 Cinderella 铝钛箔。特伦苏，向往的生活。下节更精彩，特伦苏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这里是由特伦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向往的生活指定产品火星人大师级蒸烤集成灶，快蒸嫩烤双专业。向往的生活指定用油道道全，油酸高达75%，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向往的生活主推阅读 APP 七猫免费小说，免费看书100年，七猫免费小说。向往的生活向往碳纤观荣生冰箱，荣生 Will 冰箱放在冰箱里继续。
续涨七天。向往的生活持久续航官绿源电动车，绿源液冷电动车，一部车骑十年。向往的生活新风光奥克斯四季新风空调，45度独立新风口，一小时全屋换鲜氧。彻底饿了，饿了吧？不知道饭做好了吗？个牛子个肥子要不要了？要，肥子肥子要。干么子？你可以炒的时候腥风肥有的瘦。我不要那些可以不？啊？你不要。你要开始了没有啊？不着急啊。赶紧开始吧。准备的工作先做了。你有什么菜？我来给你洗。下面的菜都要洗吗？对。他都不会回来了吧？回来了，赶紧开始吧。啊，盐呢？在锅里。小米椒那些在哪儿啊？小米椒冰箱里有。没有啊？还是这个里面？这也不是。铁锅的锅铲在哪儿啊？求助求助！这个厨房纸还有吗？要放冰箱不？搁的汤。要放。哎，等会儿等会儿，漏，怎么这个坏了？给我找钥匙兰的。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天哪，你们回来了！哎呀，回来了！鱼王，我们还早呢，怎么会这么快啊？措手不及啊！那你快点开始吧。我先把鸭子弄。小菜有木子？小菜。然后这里还有一些蚝油在。哪来呀？我的啤酒呢？豆瓣酱在哪里？烧啤酒有吗？蚝油在哪里？蚝油在哪里？调料太分散了。哎，怎么？这是我鹏仔吗？多少条？20多吧。不可能，听他们的。真的20多条？两条他们也钓。真的。你捞了几条吧？我捞了10条。很多飞鱼，然后还有海狗鱼，还有真鱼。说仔细。海王真的海王，天赋异禀，我只能说。我们看一眼你，我们真这么多啊！何炅，何炅，啊，你过来看一眼，我觉得咱们仨就白忙活。也不能这么说，哇，你们这真的很厉害哎！太丢人了！我们看到的是，我不看了。哎，我们抓了6条，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回来看他们抓这么多，太可怕了，哎，太丢人了。没有没有，您那是个小灯是吗？还是什么灯都不可对比了已经。啊，咱们赶紧找点借口，要实在混不下去了。不，他这船有个大灯，我们是拿头灯挡，所以看不见，就黑的。太挫败了。啊，哦，看一下哈，这个是远海梭子蟹，雄性个体，所以身上有点泛蓝色。哦，我觉得可以到村口去摆个摊了，能给20一斤，这样我们卖给导演组50一斤，便宜点。啊，你去吧，鹏鹏。好 ，OK。我去买鱼。老板好，打鱼上来了。什么飞鱼、乌头，什么都有。老板，你看看。这个的话是20块。好，那你一共看给多少呗？我们也第一次。嗯。合作的好可以长期。20块钱一斤呢。嗯。14斤，就算14斤了，等会你减掉这个筐就可以了。啊，减筐4斤，然后就10斤鱼，哎，10斤200块，哎，200块，好，没问题，没问题。要不这样180也行。也可以啊。也可以。嗯，好，谢谢。180，你数一下。哎，不用数，都自己人，乡里乡亲的。乡里乡亲的，以后多给一点吧。我帮你把这个放到旁边。没事，我自己来。好，帮你放上面啊。好嘞，谢谢啊。那我走了，拜拜拜拜，老板。拜拜。
饭怎么样了？怎么样了饭？啊？大厨，怎么样了？没事，慢慢弄。一个菜炒好了。还有几个菜，怎么设计的？我参与一下可以吗？好的。我给你把锅刷一下，要不太辣。我来，我给你打馅。安娜把这些都洗出来啊。好。菜花过一下水。好。来，我把这收拾出来，操作起来会更好操作一点。那个水很狠的。来，我给你拿。来，这我菜炒完了。哎，我拿盘子来。我来歇一会儿，你累了，我来歇会儿。七分是吗？对。好嘞。我的速度还是太多了。哇，花了这两下。太快了。累。金芳，你这个菜花是要用肉片是不是？对。我帮你码味儿啊。你觉得雪芹菜要不要摆在你那个鸭子里配个色啊？我不说我都把这个东西忘了。我打下手也是很好的打，非常的快，太快了，你这纯属救场，要不救这个场估计真的是当早饭吃。我只是快速帮你们把它系统化。哎，哇，那是什么？哇！你快来看，什么东西？哇！西西，这是什么呀？你们购买的婚礼用品到了！哇！快来，海景婚房大礼包！我这个真的，我们待会儿再弄，晚上再弄，晚上再弄。西西，西西。是哇，太难忘了，真的来度蜜月太酷了这个。对，你们先把饭做了吧。我们再去布置一下。走。我们布置婚房去。也太可爱了吧。哎呦，我要笑死了！哇，哎，这个可爱，还有这样的呢。嗯，啊，这个好像是架上去的。哎哎，一对喜杯。这好厉害的样子，感觉。哇！太可爱了，真的是太可爱了。加油，喜气。真的是会让人心情愉快哈。嗯。好精彩啊，这个。太精彩了，这个环节。啊，何老师。哎，摆碗筷了。好，吃饭了，来。这衣服帮我们洗一下。好，你放旁边。这是特供的。这是何老师啊，何。谢谢，我来。这个要冲一下。好，放里面就行。可不可爱？可爱，太可爱了。他怎么了？天哪，这怎么就变成喜宴了？他们摆好了，要上了。上菜。好。哇，这回头。哇哦。好香啊。来。
欢迎银坊和孟珂夫妇，谢谢。而且今天这个菜，他们俩虽然做的是他们自己的婚宴，一会儿还有这个主题，他俩这个还有主题婚房的。欢迎这个徐志远老师，还有安娜啊，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蘑菇屋，谢谢，开心开心，欢迎大家。嗯，来开动。哇，你们可以做这么复杂的菜，太厉害了。我想尝尝这个鸭子，好厉害啊，在我心中是个大菜。嗯，好吃。嗯，谢谢鸭子。一星，来，好，谢谢哥，再来一块。一星，好，谢谢。好，好嘞，来一星。得朝上人争光了，聊吧聊吧。黄老师，敬你啊，黄老师。嗯，哎，难得一次你走出户外，走出厨房，这是黄老师的一小步，也是蘑菇屋的一大步啊。就是。志远，哎，来，喝酒，欢迎欢迎，我们一起捕过鱼了。嗯，咱们修得同船渡是吧？嗯，这还是不错的。哎，而且还有呢，有些人呢，百年修得共枕眠。来，大家往窗口看一下啊！哇，搞得这样！今天是银坊跟这个孟珂结婚的日子啊！不是，他俩结婚周年的日子，差不多周年吧？啊，其实是人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我们对他们俩也不是周年，被我们强行给安排了，因为这是确实在我们节目里第一次一对夫妻成为嘉宾。哎，而且还有呢，他们俩虽然做的今儿忙活半天，一星跟着一块儿做的是他们自己的婚宴。这是什么逻辑？我们上面还有一个婚房，而且你说就这么巧，孟珂今儿来带的还就是糖。对，牛轧糖。太好了，就是喜糖。我建议咱们把喜糖先发了。哦，可以可以，来吧，来，冯仔去把这糖拿过来。没问题。应该给银坊他们发吧，对吧？对对。孟珂，哎，给我递一包给我。虽然人家不是今儿结的婚啊，不是最近啊，但是啊，好巧不巧，哎，夫妻俩来了。你喂我一颗。哎，也。你们代表父母去分糖是吗？不是，没事，让他们自己分。黄老师，我要负责在旁边打彩，泡不？哦，对，这样，那个你摘点喜鹊，你们也去跟着发发。来，我给打一个，来给我一炮，来，给你一炮。好，放炮挺好。你会吗？哎呀，我特别会这个。打炮喽！我会，我这专业的。我去发糖。来，好，我们现在就祝他们俩百年好合，早生贵哦，不是。新婚快乐，走，三二一，走！哎呀妈！哎，我手上有油，哎呀，不是。咋弄啊这个？你下面。啊！哇！嘿，好。哇！哇！好，太棒了！下面，好吗？下面。哇！好，哇！漂亮！我都不好意思了，谢谢，好，没有，谢谢，我也要一颗，请大家吃，啊，走，来拿颗糖吃，分享一下喜悦啊，谢谢，我吃点，我坐那，别不好意思。你们还不好意思呢，没想到啊。
我这来中越来了。这今天是开玩笑，他们俩老夫老妻了。对呀、啊。那来这夫妻怎么得闹一声？是吧？在你结婚的时候，啊，我给你做证婚人，啊。你什么时候结婚呀、啊？不知道。你要这么说，你是到时候就知道了。你等着。鹏鹏，你吃上那糖了吗？吃着了吧？没有，你咱们也没有别的回送的，你把那旁边那个特仑苏那个上面有机奶送给他们俩呗。没问题啊，好不好？爸，那个客，这篮子就还给我们，但是这里面好多这个特仑苏沙漠有机奶。哇，谢谢，好不好？待会儿回头你们拿回去慢慢喝。啊，谢谢。这有时候断货都买不到，是不是？我以为只有我买不到，你也买不到。没有，它是这样，因为它是产自于乌兰布和沙漠有机专属牧场，它的奶源很珍惜，所以它是限量供应的，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断货抢不到。但是呢，我有个小妙招。这个我跟鹏鹏说过，就是在手机上有那个特仑苏的官方小程序，就是明世会，你去那儿买就靠谱，就是比较能够买到，对，嗯，正宗放心。哎呀，转着圈儿。哇、哦，哎，小欧在追。不要抢戏，今天受关注的情侣只能有一对儿。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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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子有点，我没贴好。什么东西啊？那心子有点垂了。不是，他呼之欲出的感觉。哦，这太棒了。他们心字没得好，这样一辈子都是婚快乐。哦，对吧？哇。行，那你们怎么着？现在闹洞房？好吧，还等一会儿，太着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能不能先把那个小小的仪式就带他们去看一下？走，咱参观一下婚房去呗。等一下，有小小的仪式呢。我们先去，他俩最后进来是吗？不是，没有这个。啊，还要放炮啊？啊，撒花生瓜子儿，撒枣。哦，还有小花花啊！哇，啊，还有头纱呀！对，哇！姐姐你来吧，我不太会知道怎么来，我给你去别。你看看多漂亮，哎，真行！多漂亮，哎，真行，很好看，真的很可爱。是小可爱，对。我看一下我自己。你们拍一个照，帮你们俩拍一个照，快。哇。来吧，是不是很可爱？你们俩肯定可以看一眼，想看一眼，好看一眼，好奇。哇哇，他得压得住啊！太惊人了，是不是很精彩？可以的，可以的，震撼吧？太震撼了，力量非常大。我们远光已经被冲出来了，这个是不是？当当当当，你们参观你们俩婚房，当当当，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很可爱，好玩。当当当当当当，这个红真的是亮瞎了哇！正不正？哇，他居然改成了一个，哇！
等一下，武装到摇摇放反了，放反了，这是先生的针。哇，还是很喜庆，是不是？就是。而且我们是，你看也有小小小温馨，然后你看连杯子喝水的杯子都给你们准备这个，对对对，全套。哇，谢谢，没有了，没有了。哇，还是真的很浪漫。哎，我说句心里话，我原来很排斥这些，但我觉得这个红很正的，还蛮漂亮的。不是，结婚就是要红嘛，喜庆嘛，对吧？太可爱了，太牛了！我在一边说一边说，真的会不会太浮夸了？我觉得他谁能压得住这种颜色？压不住，一份心意。这个不是应该你送给他的吗？为什么是你拿着？说一句甜蜜的话。哎呀，他俩都是有孩子了，还哎呀！啊，谢谢姐姐，你怎么一点都没有闹的意思？什么亲一个，什么都没有。哎呀，我们不是个，咱们不是玩这种系列的人嘛。哎呦，你真好看，你戴。哎，不是不是，我不应该是不是应该抛一下？哎，抛。下一个就是你了，婆婆啊。其实这儿也特舒服，舒服正好。它原来我们这上面有不是是这样的，朋友们，就是最舒服的就是坐在这看着海，嗯，真的。小心啊，小心啊，小心。还好。然后那些船上隐隐约约的指示灯，忽闪忽灭，好像远方的星辰。太舒服了，这个晚风，太舒服，对，这个海风，这拍个照挺好看啊。哎，对，嗯，对吧？是的，而且朋友们要在一起。走走走，好不好？啊，你跟妹妹在后边站着行。我们说三二一，说爱啊，三二一，爱。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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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这样好不好？就要睡了的就睡，好不好？你也是个好编舞的，听说。可以。你编给他跳啊。好啊。我看过你的视频，顶级舞者。没有，没有。未来可以一起搞一下。你有。没空。想吗？想。你从工作开始就是这样。就是你什么都不是，然后你都是最珍惜自己，另外一半是最珍惜。对啊，就现在就会有所顾忌。嗯，我是个工作吧，工作大于一切。你是不是也是不能让自己停下来，跟你朋友歇一段时间？因为想要做事太多太大太难，就感觉停下来就越来越够不到，然后你还有一个年龄的压力。其实可能就是工作到某个阶段，就是下一个阶段。你现在还是年轻。你们唱跳歌手，你说能做多久？做到35岁，差不多了，到顶了。你的最佳状态。我觉得舞者有时候是很矛盾的，因为你身体的能力呢，一定是越年轻越不跟运动员一样嘛。但是其实你非常需要有经验，就是人生的这个经验，才有可能帮助你在舞台上面的时候是在一个不同的状态。我觉得 golden age 要从30到35岁。因素不一样。带领华语音乐行事，带领华语音乐行事。
相信一个规则在决定和在决定。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Cinderella 高端食材保鲜要用 Cinderella 铝泰铂特仑苏，向往的生活下节更精彩，特仑苏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我对这个过分娱乐化浅薄的时代心怀不满，希望打破大家思维中的惯性。我觉得我们俩性格挺合得来的，我们俩骨子里有一些一样的东西。你也觉得是吗？我特别喜欢那村口，但我们可以去那儿坐会儿。来，郑老师。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芒果 TV， 每周五晚24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六12点尊享 Plus 版。打开芒果 TV， 搜“向往限定套装”，一键获取向往官方周边及芒果 TV 会员。上小芒 APP 购买向往的生活官方周边，一起乐享国货生活。小子在哪里啊？真的吗？别！我来到这儿，看过彩铃。他最近不知道怎么，他现在是流浪鸭，不知道他在哪儿呢。昨天把我吓得够呛，估计节目组良心发现，把他先暂时收起来。你怕禽类是吗？这么说也对，反正就是怕。但是其实鸡和鸭，你更怕的是鸡，对不对？哇，一样一样，只要有那个硬性。这么说，我知道锋利的东西我都不喜欢。那爪子呢？比如说一个猫爪子，不喜欢。熊掌，牙签呢？牙签还好吧，牙签剔牙用的。太绝了！他怕虫子怕的。嗯，我怕虫子。哎呦，别动，别动，别动！啊，没事。他不是怕虫子，他是一惊一乍的。就是。你怕毛毛虫吗？怕虫，就是脚多的和没有脚的。还挺能归类。那鳝鱼呢？也怕。黄鳝啊，鳗啊，爱吃吗？吃可以，吃我没问题。它只要是活的，我就不行。就炸了以后都行。对，它煮过就行了。黄老师怕什么？没有，我在食物链的顶端，我啥都不怕。